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来玩的是转世史莱姆魔王与龙的建国谈啦。那么今天更新了新的新娘，是昌花。那这一次的新娘也能算是人妻吗？不知道。可是他很喜欢苍蝇啦，但是苍蝇不是没有什么表达，所以也不知道算不算人妻。但是对我来说，他应该算是人妻吧。那他呢？是两个势力，跟之前一样是幻想世界跟那个命运女神吗？那这两个系列，如果你一样你没有抽到缪兰的话呢，其实弗雷也是行的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坚持想要那个缪兰呢，因为他是光属性杀手的一个石头，那看有没有机会哇。爆死，第一个是抽爆死，哎，中了一个甜品师的紫苑。那这个紫苑呢，基本上现在都不会把五星升上去了，因为现在可以把那个他的碎片换成那个极角色的碎片，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不会把它换，就是觉醒上去了。除非有你要的又感觉很强的，然后又可以放在副角那里的支援角那里的才会觉醒了，不然基本上是拿来换成极的那个觉醒的碎片。那第三个石头，这次的苍华好像是挺强的，但是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技能，只是我很想要，是因为我不管是命运女神或者是幻想世界，基本上我都缺一个角色了，所以看这一次能不能中。一个角色是指一个极角色了。那我的极角色现在目前有米密姆，就是那个马戏团的，还有就是那个之前抽的那个叫什么猪菜。就是新娘主菜了。那如果这次有抽到的话，就算是第三只。好，那第四个石头，主要是我之前那个周年的时候第一弹抽那个西子叶，最后也没有抽到了，所以还蛮可惜的。那这次看这个新娘的昌花，看能不能抽到。哇，不是吧？今天要爆死哦。那第五个石抽，哇，这次好像挺难抽的诶，哇，又是白天，完了，看来今天应该是没有了。唉，不过有时他没有特效，但是他也是有可能这里转彩，有没有转进？抓菜，哇，没有，完了，脆了，哭啊！哎，新的哎，是吗？哦，是哎，赞了，赞了，哇！外面没有特效，没有中紫色，这样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那个很少见的，就是可能那个金色的文字转成紫色，赞啦，昌花，这个算人妻吗？他是挺好看的啦，只是昌花这个角色算是配角吧。那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，对是 B 站的话点个三连关注我。如果你是 FB 的话，拜托帮我转页点个赞啦，记得啦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有放在 TikTok 那里 ，TikTok 的话就点赞吧，呵呵，拜拜。